我是不良少年泽凯君。老师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让子上，快！哎呀，你干嘛呀？志远老师从来不点名。哎呀，我们都不去，去干嘛呀？你们都不去啊？那我也不去。听到外面有人敲门啊？没有啊！又来了！你听不到吗？啊，这大半夜的哪来的人呢？啊，你不要一惊一乍的好不好？你听到了吗？外面有笑声！你过去看一下。哎呀，瞧那怂样！哎，哪有什么声音呢？你看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没东西啊。那你把灯关一下啊！我是不良少年泽凯君。哎，真的不去喝酒啊？酒哎，酒你都不喝？娘炮！滚！不去。亏你还说自己是不良人。哎，记得带钥匙，每次都不带，我今天绝对不会给你们开门。哎，你讲话真的很夸张哎，哪有每次啊？哎，谁忘带谁儿子了？就是。三二一，哇，这车怎么还没来啊？哇，我尿好急啊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咱们班班长跟那个谁在一起了？真的假的？就不会吧？十，爸爸，你快点出来！哎呀，你别催。你的十，你看我干嘛？出牌啊！来，关个灯。干嘛老是我关？你坐着的吗？我都躺下了。你说谁坐着？哎，你还是乖乖去关灯吧。可惜了，我是上铺。快去关灯吧你。哎，那谁的电话？看看你的窗外吧。关灯去吧你。你的身后。关灯去吧你，还是你离得比较近。你关灯。关灯去吧你。喂，我已经到新疆了。喂，这个灯啊，你关定啊！太对了。哎，你不觉得新来那个实习生也太嚣张了点吧？嗯，你不也是个实习生吗？我真的看不下去了，我要替你教训他。关我什么事啊？哎。你干嘛去了？刚给他下了一封挑战书，吓死他！你是小学生吧？哎，我挑战书怎么在这？哎，我不是，我的情书呢？什么情书？我的情书？什么年代了还情书？你小学生吗你？